好啦，唔使280蚊嘅李宁赤兔六，今日就嚟试下啦喎。好啦，行咗一段路同跑咗一段路嘅感觉就系、是、非常之轻，鞋面或者叫帮面啊，都好薄，脚踭嗰度保护都唔系好强嘅啫，因为佢比较轻薄，同埋踩落去好似。踩落一個海綿咁，但係佢又會彈翻上嚟，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280蚊，280蚊都係值得，大家可以買對試下啦，買嚟練習用，冇碳板。